被活水潭村清区的陈妈妈还有张妈妈，她今天要受洗归主，我们请他们两位到前面，两位到前面。我们真的非常高兴看到我们长辈受洗哈，活水潭新团契哈，我们看到他们越来越兴旺哈，长辈带长辈一起来到主面前，连受洗哈，上个礼拜也是长辈受洗，这个礼拜又长辈受洗，他们都会相约一起信耶稣，相约一起服侍神，相约一起来受洗哈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这时候要为他们举行洗礼。陈秋宝顺姐妹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？你既愿意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主的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张刘富美姐妹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？愿意。你既愿意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主的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教会现在开始为长辈，不是准备一般的圣经，我们特别进了这个大字本，又有注音的，不过只有新约啦，非常大字，非常容易看的。那这个如果你虽然还没有那么年龄大，你觉得你也看不清楚圣经的字，我们可以卖你，可以卖你。那这是特别大字本的新约圣经，我们要送给长辈。好，张刘富美姐妹。特别要请我们新竹温柔美丽大方的师母来为两位长辈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感谢你阿罗上帝你的名，上帝你是永远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我来认识你。今天我们这两个姊妹在上帝你的面头前，在众人的面头前，也在魔鬼撒旦的面头前来宣告，对今天以后，他是属耶稣基督的，是变成做上帝的子儿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宝血把他思想把他抓扣掉咧。上帝，你的恩典、你的疼痛，拢藏在他的心里底，藏在他的家族里底。主每遍因祈祷的时阵，上帝，你拍伊，你就拍伊来听伊的祈祷，来成全伊心里面所愿意的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阿罗哩求上帝，你帮助伊，保守伊，每一脚步拢行会稳，搁会知。上帝，你牵伊的手，牵伊的手，一直到有一天记主的名讲的位置。主啊，你帮助伊每一个人，因咧读圣经的时阵，主啊，你的信心来教示伊，因为信心是从好的老师，信心啊，你来充满伊，让伊有信心充满。的喜乐，有信心充满的平安，有信心充满的一大快乐。传福音有快乐，传福音有盼望，传福音给济济人，含因同款的朋友、亲戚、朋友五十大家，拢来信靠耶稣基督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请献花、送礼、拍照的，好，我们都到前面一起。好，我们请长辈往前，然后其他拍照。等一下，好，先。好，三高，三。照理讲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教会的活水长青牧区，就是年长牧区，也很需要比他们年轻的哈，在活水长青牧区，你没有满60岁都是年轻人哈，我们需要征召一起服事的，不论是接受，我们现在礼拜五上午很热闹，都是两台福音车一起接受，我们需要接受的同工，需要有服事的同工，他们来，我们可以招呼，可以陪伴他们，我们中午需要有煮饭的同工，我们都会预备他们。预备餐食哈，所以你能够投入在活水长青各样侍奉的，我们都请你可以跟我们的瑞光传道春香师母哈那里来，说就礼拜五上午，假如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个时间。